欢迎收看本期喵 TV， 本期视频历史悠久，敬请期待哦。啊，我们去吃火锅了，再见。那我们先走了啊，先走了，拜拜。留下阿黄真的很可惜，真的好可惜。行吧，去吧你们。哦，待会见。真的有种心痛的感觉。够了，有点过了，有点欠打了。你们留下来，一会儿让你留下来了，真让你留下来了。王丁丁，我们可以等你，只要投资734，我就等你。只要投资734，就差你的500万。不用，黄总需要人等。是不是太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老火锅，哇，真的感觉有点像时间上的中国。哎，飞过去了。这是雪吗？雪要不哇塞，哇塞，这雪要一走绝对尖不起来。你为什么 diss 我？是吗？好，我是捡不起来。你好，这是什么？刚才是哪位要的白糖？这个吗？是原子。原子。来了，对，超快，最高超快，没有吃完。好，是还开刚开始，刚开始，然后加不起来。来，这个是酥肉。哇哇耶！赶、哦、紧跟我一把。稍微开心，稍微，刚刚的笑容没有捕捉到。赵月说，好，你要来了吗？有，马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但是，他搞。下完了，等一下。先开始吗？哎，我们中岛好了，没好，没好，我们好了，肯定好了。你们的中岛，他们俩是中岛，好了，好了，两个没好，抽抽看，你抽看，抽抽看，看不看里面肯定红血栓的，肯定好了。肯定好了，有的没有，有的再来，那你不信呢？再来，原来抽抽的那种才是好的，抽抽，怎么了？麻辣牛肉，哇！咱们吃啊，麻辣牛肉来了，有麻辣，有麻辣牛，你看，我的麻辣牛肉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，大家都倍感神奇。好，晚了一秒就没了，哦，对，一小时一片，麻辣牛肉来了，端起来老大一罐，哎呦不见了，哎呦，完了。我吃了一口之后肉没咬下来，吃了一嘴辣椒，好厚，谢谢你，好厚，咬不动，牙不行，我就一点都不动。雪阳拍视频不见了，错过一秒钟没了。哎呦，还是陈林好，给他加了一个。对，陈林好。团队不想加入吗？834，还是你们要踢掉一个？踢没有，834，八三四啊！如果拥有734的对你的，哎，戴萌问你踢谁呢？戴萌问你踢，你们内投一个出去，来做一个综艺节目，你们先内投一个出去，然后我再进来。综艺节目做第九期了，对，综艺第九期了。啊，那种不记名投票的那种了。残忍啊！对，暗箱操作。绵绵的质感，像豆腐一样的感觉。智慧的大脑，猪的大脑，可以再来一圈。许佳琪的大脑，一圈，来一圈，一圈花椒，一圈花椒的辣椒。
油，什么都没了。浪费食物呢，浪费食物，糟天气，糟天气。哈尼西亚，哈尼西亚，哈尼西亚，放掉了，这节目出去要被哈尼西亚骂了。你不要说我在这儿，没事，是我们说的，不是你说的。是赵月，是赵月攻击赵月，赵月，是我，哈尼粉丝攻击赵月，是我的哈尼。感受到吗？我觉得鸭肠好吃，毛肚好吃，糍粑好吃，酥肉也很好吃。现在是一点多少分？因为这个酒店实在是太差了，我们决定离开，相继离开。Taxi。三二一，哇哇哇！终于正常一点了，好傻呀，我们三个大三傻大傻。我刚拖着行李箱在这边来回走的，你为了找一个最近的。陈琳住多少来着？我住9019916。我住01，然后赵月住1201，然后我们想选一个离电梯最近的，但是我们找来找去都觉得不是最近的，结果都是走廊尽头。对，都是走廊尽头。对，笑死了。算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而且还有体重机，体重机特别没有要求呀。我最重要的宾馆一定要有秤，其他都可以不要有。对，你自己带呗，好了。太重了吧？你自己带那种弹簧秤，而且会碎成玻璃渣。你自己带个弹簧秤，这都买菜用的那你提我吗？你每天帮我称吗？你提我吗？真的要穿一个有标签的那种衣服，给勾上，然后称。嗯，你看还有名画。哇，这有田园薯片。哇，田园薯片好高级哦。我们终于住到一个正常的酒店了。哇，知道吗？我们之前住的那个酒店，我们那个被子就看起来没什么，结果我们掀开一看，就它里面有那种黄色的点点，就很恶。然后我们全程都是拿陈琳的那个羽绒服垫着那个枕头睡的。那么今天。然后忘记说握手会了，我握手会不知道有没有促成一段姻缘。就是有一个粉丝他是中山大学的男生，然后一个粉丝他是中山大学的女生，然后我就让他们两个互相认识了，感觉自己像媒婆一样点了一次鸳鸯谱。觉得自己很开心，希望杨推都能幸福快乐。真的好可怕，像不像那种面罩人？然后我戴上浴帽的样子很像一个 UFO 哎。四 A 级景区洪崖洞，虽然说晚上的时候更漂亮，但是我们白天来到这里，说是像千与千寻呢。哇塞，我的头发像狮子，看看素颜的我，记得美颜哦。好的，这个懒人不化妆哎。啊，素颜也很美丽，就是可以素颜直接上节目了。好的。看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繁华，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商业街，就算很商业，我也很喜欢。特别漂亮，感觉什么吊桥啊，应有尽有。我变成 Kiki 了，120，120，万一我开出一堆图怎么办？有点好奇。来八元，你够吗？还可以，是那种棕色带点。
染的时候不是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彩染那边，它里面会有那种沙沙的味道。是单纯的酸奶。对吧？不要翻车了。对。哎。你们买那份沙粉的时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再加米了，对。还没加米啊？对，是的，对。喂。我还以为他在打他沙粉，说叫你不听话，叫你不听话。飞飞了。要三五五的。哦。哦。为什么三五五？啊，你。他在说什么？哎呀，咋样？喝水了。哎呀，咋样？喝肥了。哦。少喝了。哦。不要了了。花甲。花甲。哎呀。来一碗嘛，来一碗。熬夜手工的挺好吃的。哇！现在就是手工。超级好吃，然后又不是太甜，它裹上那个花生粉就很香很香，然后那个糍粑的味道也非常的糯，然后又是软软的热热的，就入口口感非常棒，非常的绵细，是我很喜欢的糍粑哟。我以前在广州大学也吃过，现在随便到了一家店就感觉是这里面的店，大家都说是吧，感觉就像是那种家常菜。面小面等一下做还是现在做？小川现在做哈。好油啊、那为什么又油？它是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不咸的，自己吃甜的呀。像那种很甜的梅干菜加上汤圆，哦，还有陈皮。蒜泥白肉。没有大口吃下去，它没有肉的感觉了，已经，它已经蒸掉油，已经没有了。哎，太胖了，你还想胖吗？你那么胖了。吃的烤脑花哎，现在要去解放碑，解放碑，矮的，一根，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小的那个，小的那个，啊，是这个吗？所到停运了，所以明天和今天刚好停运了，就是我们在的日子它停运了。
要吃酸辣粉早饭。对，早饭酸辣粉当早饭。重庆人的胃是铁做的吗？天哪！虽然我们湖南人也拿那个辣椒炒肉米粉当早饭，但是感觉还是不太一样，很神奇。是都是全都是火锅的店，感觉每天都在吃火锅。哇，这个桌子，火锅哎。又吃火锅，早上吃火锅，晚上吃火锅，中午吃火锅，夜宵也吃火锅，在家也吃火锅，这样。因为这一家是开了快差不多三四十年，一直在这个地方，一直只有这么小的店，很 local 的一个。那我们去吃吧，我特别喜欢吃酒酿。哪个酒酿？就是这个醪糟汤圆。是啊，我也想吃。来碗醪糟汤圆啊！醪糟汤圆来碗啊！醪糟汤圆来碗啊！要是里面没有花生最好。我喜欢花生哎。我不喜欢花生。这个汤圆好像是非常正宗的汤圆，但那个醪糟好好喝，虽然只有一点点。花生。还没有米。就是有点太烫了哈。我觉得还行。我在看你们大家有没有在夸我可爱？是吗？肯定夸你啊！你这么可爱，好可爱呀、啊！真不要脸！我说旁边的小狗狗可爱。对的。你看大家都夸我可爱，可爱。重庆游记来自绵阳的小学生日记。这一次虽然没有做到长江索道，但也算是留了个念想，想要下次再来一次。还有夜晚的洪崖洞、千与千寻，也想要再看一次。重庆的物价真的很便宜，感觉人情味也很丰富，是一个好地方啦。以上便是本期绵阳 TV 的全部内容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也欢迎加入我的应援群38525079 7，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